自送总统当选证书。感谢中选会李进勇主任委员、陈朝健副主任委员以及中央选举委员会各位委员，在审查总统、副总统通过之后，也在第一时间公告之后，便来到中央党部来送给我们当选证书啊。非常感谢中选会大家 的辛苦。那这场选举可以说攸关台湾的前途。中选会在李进勇主任委员带领之下，各位委员戮力同心，同时也结合了各县市的选举委员会，还有参与这场选务工作的所有的人员，大家共同努力，顺利完成这次重大的选举。我在这里也跟美琴向大家表达由衷的感谢。那这个地方是民进党中央党部，民进党的创党精神就是清廉、清正、爱乡。我今天很荣幸跟美琴可以得到人民的互托，要带领国家继续往前走。那我们两个都坚定的承诺，未来我们会秉持民主大联盟的精神，邀请跨党派、跨世代、跨领域好的人才，筹组清廉、勤政、爱乡土的政府来建设国家、发展经济、造福人民。票开出来之后，我也接到了选举的竞选对手，包括侯友宜市长以及柯文哲主席的致贺电话。台湾在这场选举里面，全体人民所展现的对民主的坚持，而且对国际社会所传送的多元理性、有活力的民主，也赢得国际社会非常大的肯定。